每次从国外回来，尤其去那种比较多天的，我都卡卡的，就会搭配 AB 优酪乳吃早餐。自从喝了有肠胃双认证的 AB 原味优酪乳之后，排便状态真的都还蛮顺的，喝这个之后就变得漂亮，推荐给大家。AB 优酪乳，好喝。